睡觉不好，千万别养狗。当我准备睡觉时，我的狗是这样的，开始喝水，好烦啊。开始挠门，滚滚睡觉。哎呀，烦人。能不能小点声？开始发疯，谁来就救我，开始玩气球，快给他们带走，有点动静就开始叫，叫什么叫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，开始玩球，给你玩球球了，再换一个，拿人这个吧，又拿了一个给你，这个也不行吗，那换成海洋球，这是妹妹的海洋球，沙包总可以了吧，你挑一个扔吧，哎呀，逐渐崩溃，终于开始睡觉，烦死了，又是失眠的一天。可爱的小伙伴一定都会关注我，喜欢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哦，么么哒。